大家晚上好，很感谢 IT 给我这个机会在线上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。那我先感谢我的好朋友秀如分享的营养免疫学给我，也认识了玉姐。我是来自福建的知琪，大家可以叫我 Kiki。 我是一名家庭主妇，那去年八月我跟邻居去做脸部雷射，因为麻药过敏，我的皮肤就受损无法修复。那我也包卡去皮肤科包了一年，那皮肤科医生给我的都是类固醇的，里面只有一瓶保湿，我觉得还是无法修复我的皮肤，那就会不断的复发。我只要遇到化学的物品，我的皮肤就会红痒，然后很严重的时候我就会抓狂，那种很难受。那直到玉洁跟我分享的营养免疫学，我就开始体验链酶。那我给就是这一罐链酶，因为链酶里面有玫瑰，有仙人掌果实、针叶樱桃，还有蔓越莓，这都富含有很高的植物性营养素跟抗氧化剂，那可以让身体自体的产生胶原蛋白。那我就开始的时候三天我一天一瓶，让链酶来滋养我的皮肤，加上仙人掌果实它有消炎的效果，所以我的皮肤就一天比一天的好，就得到修复。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相片，那我现在很喜欢素颜，因为每天心情都很好。那我很感谢赵辉博士这么用心研发这么好的产品，解决了我一年的困扰。那我觉得说这么好的产品，我要把它分享给我家人，我身边的好朋友，让他们都得到健康快乐。以上是我的分享，谢谢。